我需要擎天梁可可复活，拖住他们，让天空布满怒火。他们想夺回达拉人是吧？今晚来吧！拉卡尼修全部烧掉！如果这座城市不是我们的，那也不能是别人的。拉卡尼修，对上乔治·汉塔尔。让火焰净化一切。我们会阻止你，你这根大蜡烛。没错，我们会让你熄灭。我们来放火吧！我不觉得会有人想念那些货车，全部烧光光！除了窗帘以外，窗帘我才刚洗过。状况越来越白热化了。我知道这样不应该，但看着那些货车燃烧，很舒压。简单。敌人，不只有这几招吗？前来报道，前来报道。报道！前来报道！前来报道！死吧，恶魔！达拉人，每年的这个时候总是很温暖。前来报道。火焰。报告，全体备战。
你太衰了，对上的居然是我。好的，探险者都会做好准备。乔治，探险者都会做好准备。考尔，对不起。乔治，不，我会帮你报仇。刘庆，不够垃圾。成功了！什么？谁来了？不要来乱！拉法姆，对上神奇的里诺，是你？你正好来见证我天才计划的结晶。你要见证的是天才计划结晶的相反。有人觉得冷，还是只有我会冷？之中，你已经没用了，这才叫做泄露。糟糕，是我害的吗？是我。你是我的主人吗？烈火大锅贝，
劫现金，重获新生。很好，为了格朗克朗，太壮观了！加倍老又累，不行。现金重获新生，他越来越强大了。重生吧，格拉克朗，复活吧！完工了，我的重生代表世界进入新的循环。啊。我搞不清楚状况了，但是感觉不妙。就把你们打到求饶。完工了。你要吃吃看吧。收拾他们！克朗克朗，留一点给我吧。黑暗笼罩，梦魇降临。等等，不要啊！你们别想夺下暴风城！我是拉法姆，我会夺走一切。他们！
死他们！如果我会成为保护你。化为虚无。我会成为保护你的龙鳞。收死他们！克拉克朗，跟我一起笑吧！一个人邪恶大笑好没意思。你的笑声一点都不开朗，你要学习活在当下。烧我！全部烧光！拉法姆，你的恐怖统治结束了。哦，女妖之王啊，女妖之王！说到复活死者，我也略知一二。你的格局太小了！收死他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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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正看不着我们，烧死他们！烧死他们！不留活口！看呐，赞达拉的大军！讽刺的是，我本来就是虚空来的绷带人。收死他们！收死他们！战斗吧！会攻击的乌龟就是最好的防御。Thank you.
一半了。死他们！慢点，格拉克朗，如果你毁掉整个艾泽拉斯，就没有人能畏惧我。迟早都会向部落效忠。都失败了，但我拉法姆一定会击败你。要单杀团队副本首领很简单。完工了。太危险了。
格拉克朗，我拉法姆必须消灭你。你的命运已定，你的气数已尽。就是想找这个。完工了，在我的沼泽里腐烂吧。是宗族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我是拉法姆。出动！下去！当个神鬼大盗，好处还不少。我就哭出来了。我们的人员流动率很高。圣马圣啦！的人员流动率很高。幸好我这一年来偷了这么多东西。我受痛苦够多了，现在换你了。我们的人员流动率很高。是我，我雷暴，你才暴。我必须躲起来，
治好我们自己。
事，人事。他的旨意必须完成。跳楼梯，他的旨意必须完成。跳楼梯，幸存者都会害怕听到一个名字，那就是拉法魔。那之后，拉法魔消失在阴影之中，成为有史以来最让人畏惧的魔王。你没听错，旁白就是我本人，我就是拉法魔。达拉然现在是备战领区，大家千万要小心。分头，所有人快进城！天哪，卡尔不见了！卡尔，对上乔治。乔治，真的是你？卡尔，不可能。这一定有诈！迷失了，就跟我们一样。咱今仔日要拍啥？这是不是骗局？乔治，你不邪恶，不要再帮那些坏人了。他们不是坏人，他们只是被误会了，跟我一样。怎么可能是你？你明明就不见了。我才没有不见，是你不见了。在地下城的时候，你是信奉圣光的圣骑士，就跟我一样。我了解你，乔治。为了邪恶阵线，前来报道，进攻，进攻，前来报道，你是我，驾驭我。先让我喘口气。我们来决斗吧！前来报道。给我滚回去！见识邪恶阵线的力量！
喂喂喂，爱叫规矩哈。前来报道，前来报道，圣光会守护我，进攻，进攻，别是我，我做了很多坏事，我还帮忙抢走这座城市，那就帮我把它拿回来啊，乔治。咱今天要打谁？你太衰了！最要紧的是居然是我！进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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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不容许一丝污秽！就只有这几招吗？我太强了！别是我！进攻！进攻！卡尔，真的是你？对，对不起。回到圣光吧，乔治，我们还能当兄弟。我夺回银行了，但李诺还困在紫罗兰堡。伊利斯，对上托哥瓦哥国王。李诺，你还活着，别担心，我来救你出来。我闻到一个味道，是探险者的味道，来了吗？啊！伊利斯，我在这里！不准抢囚犯，他被好好关起来了。嗯，你身上有汉堡之类的吗？哦，我好饿。花坛来了！我在这里放蜡烛，放我的蜡烛。拿走他的蜡烛！他最讨厌这招。我来了，你现在安全了。
协会。交出宝藏，就饶你一命。谢谢你，还好赶上了。赶上我的魔法表演。放弃，快逃啊！李诺，快去阻止拉法姆，我去叫其他人。哦，交给我吧。封锁整座城市，我去追拉法姆。神奇的李诺，对上拉法姆。啊，你的坏蛋伙伴都没了，拉法姆，这里只剩你跟我。李诺·杰克森。你怎么出来的？这年头的手下都这么没用吗？大屁股现在买一送一喽！我费了很大的功夫推动这个计划，一些现金重获新生，还要更多力量。邪恶阵线，劫持魔法城市。一些献祭，重获新生。很好，为了格朗克朗。这可不好应付啊。完工了。永远都还不腻。还有那些灾祸，每个都很有趣。太壮观了！达拉然安全了，好，
那接下来呢？没有回发现目标，完工了。奋力，我最棒的鱼人伙伴。谁想得到用灾祸来复活巨龙？就是我，我可是拉法姆。他越来越强大了。准备好被我修理了吗？世界进入新的循环。我搞不清楚状况了，但是感觉不妙。你的魔力好强，我感觉自己不一样了。跳蚤，这下可厉害了！解决他们，格拉克朗！李诺，我来了，听我说，龙后跟我说了很重要的事情。等等再说，我现在有点忙。感觉怪怪的。干什么？不要抢我的风头，你这个臭伙子笨蛋。达拉岩安全了，拉法姆在哪里？完工了。那是葛拉克朗，这巨龙可是巨龙之前的最强巨龙。我们在龙眠神殿得知你的出身，你自己知道吗？探险者前进！布莱恩，我们来把胜利带回家。功了，格拉克朗握手。
他的手不够长。那好吧。他的尖叫让我十分愉悦。很好，太好了！自从我在孤儿院里，但粉碎他们，格兰克朗！这个工作实在太棒了。以龙族的年纪来说，你还只是青少年。啊！李诺，小心！他想复活格拉克。哦，糟了！我的梦境就是你的梦魇。上面哦，还有魔法什么的。这个世界存在担心。来个简单的法术应该有用。Thank you.
法的束缚。完工了。敢在最后一刻阻止了拉法姆，李诺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，但我不太清楚最后发生什么了。我们赢了吗？